分手后第几个冬季？你想什么呀？今天我知道。是星期几？你说吧。偶尔会想起你。我其实有一个奇怪的想法。你突如其来的简讯，让我措手不及。没什么。因为感情都会变呀。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，我却在傻傻清醒，原来我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。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今天你装扮得格外美丽，准备也曾拥怀里，可惜这是你和他的婚礼，而我只是嘉宾。我放下所有回忆，世上最可笑的幻想就是一个人的改变。不愿相信这是你说好的永远，变成了曾经。如果你一点都不容易，将来不如分手吧。请原谅我不体面，没出息，选择是非是谁，泪水。原来你不爱我，其实我不知道。我不该耽误别人。怎么我演得那么入戏？这有什么意义啊？的剧情。我要去趟上海。咱俩说你在加班，有空喝杯茶吗？我等了你两个小时，难道这句话把话说完就走？我想，不该跟你说什么抱歉。事实证明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幸好你叫我及时止损。把自己还给我自己，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人。